们平常时候只需要调 XY 红光偏移设置，就能把红光给它调到正中心型。当我们这个 XY 偏差过大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通过调电位器把 XY 给它调节到正中心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驱动控制盒。我们驱动控制盒里面是有两个小的电位器，第一个电位器主要是调节我们的红光是否椭圆，第二个电位器调节我们的 X 轴的左右偏移。第二个驱动也是一样，这个也是调节我们的椭圆是否圆不圆，第二个也是调节我们的 Y 轴是否能上下调节。